所谓夜光龙，也就是在没有光害之下，舞龙的人员呢，他穿的是深色的衣服，在没有光害之下呢，用墨灯或者紫光灯，把这一个我们夜光龙的龙体，它是经过荧光处理的啊，所以呢，它反光出来是相当漂亮。啊，所以我们的每一个道具，尤其是我们这个龙体呢，焦点会把这一个舞龙的人通通模糊掉，甚至看不到。啊，我们在巨蛋的时候做那个夜光龙，大家也是应该有这一个欣赏过。这就是我们叫做夜光龙，焦点在龙身上。我们热烈的掌声来给他们鼓励，掌声欢迎我们的夜光龙的表演。左右邻居如果开了闪灯或灯光的话，请互相提醒。好，掌声欢迎，欢迎，请把你的手机还有灯光先关暗喽。现在呢，首先在我们舞的这一张仪容，在今天呢，这夜光龙的表演，它是属于我们这个四海龙王的海龙。在这一个情境呢，是在水里面的情境，跟大家感受一下在水里面的情境。有这个我们水里面的动物通关不要下来。Thank you.
今年都大吉大利，旺旺一整年。手机。